多谢晒你哋咁多年嘅支持先。各位市民、各位朋友，我工联会八零六号黄国兴嘅团队喺呢度向所有投票支持我工联会八零六号黄国兴团队投下神圣一票嘅所有市民。 我哋工联会嘅朋友致以万二分嘅感激，感谢。呢一次嘅选举，我攞咗23万多票，高票未能当选，我系感到遗憾嘅。但系我哋一定会坚定不移守护香港。 喺其他嘅平台、其他嘅岗位上面，继续全心全力为守护香港打拼，为打工仔搏命，为小本经营者出力。虽然呢次选举喺超级区议会系失利，但系无减我哋嘅斗志，我哋一定会坚持不懈、坚韧不拔。 坚定咁为香港、为市民服务，多谢各位。我由开头一选举，我已经讲咧，最大嘅挑战系我哋自己，最大嘅对手系我哋自己。我认为我哋做得仍然未够好，我哋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努力。 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停车票牌停咗？所以你唔好意思。我认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家都系要争胜，呢个无可厚非。我哋以后要继续努力，务实我哋嘅支持者，呢个系我哋将来面对要努力嘅方向。 有分歧，有過節。我想我哋建制派嘅團隊，大家都係出心為香港好。不過面對咁大嘅全香港嘅選舉，係有好多預計唔到嘅變數。一如投票日36個鐘頭之前，泛民陣營嘅候選人退選，用圍標式嘅選舉策略，令到選舉。 不能夠公開公平公正去進行，佢哋先篩選市民，又冇得選。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建制嘅團隊，包括我哋工聯會嘅團隊，就要爭取比預期更高個百分比，然後先可以勝出。所以，我認為佢哋呢個咁樣嘅圍標式選舉策略值得譴責。我亦都已經向廉政專員公署正式投訴，希望。 執法部門跟進調查，還市民一個公道。我認為我哋已經係全力去爭取，所以我好感激20多萬嘅選民認同我喺立法會過去嗰4年堅決展步反拉布、反黑金、反港獨嘅立場，係支持我幾十年嚟為。 打工仔鞠躬尽瘁嘅努力，佢哋相信我哋工联会系坚定不移，68年嚟为劳工为基层，所以我相信我哋已经取得我哋应有嘅支持。我认为大家都知道。 爭取勞工權益係要鍥而不捨、持之以恒、不斷努力。我哋將會喺呢個道路上面，明知艱難，但係艱難，我哋都係一步一步去做。其實，如果2017年能夠實現本來係可以有機會通過嘅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咁樣我哋爭取勞工權益就易啲。但係而家大家都明白嘅原因。 仍然維持1200人選特首，呢個一定係客觀上係存在好大困難。
我已經在立法會多次講過了，所以無需重複。我認為我今次得到工聯會的信任和支持是我畢生的榮幸，可以是參加超級區議會的選舉，無枉一生。至於將來，我會繼續在其他平台去為公眾服務。多謝各位，終極一戰在 Facebook 已經公開講座，多謝，多謝。你是在外面booking定是郭俊宇？郭俊宇在台灣，即是在外面旁邊都有麥克。做咗啦，仲有咩啊？佢哋仲想一个埋梁耀忠啊，但系又系黄国兴啊，阿 Emma 唔使做黄国兴啦，做咗咯。喺度同佢讲啊，做咗。佢做紧咩？佢喺度追黄国兴。
下啲抽籤嗰張，掛住一腳嗰張。我交翻佢，交翻佢藍色嗰啲批，我交翻佢。呢啲屙尿嘅。係啦。你識唔識？我識咗咩啊？